第1251集，斩杀绝巅五人，九品上百，斩杀军武者数十万，一战之下彻底覆灭了东林北湖地窟的有生力量。这一战恐怕也是地球抵御地窟以来战绩最辉煌的一战。至于之前王战之地一战，虽然参战强者更多，可大家没看到，而且有些消息也没对外透露。不像今日方平对外公开了一切，欢呼声响彻地球的每一处，而电视中方平还在继续：近日华国和其他各国都有武者突破至宗师境，很多。从百年前华国宗师寥寥无几，世界宗师寥寥无几，到现在人类崛起了。一年多前全球宗师榜出现，我记忆很深刻，全球九品大宗师212人，八品宗师525人，七品宗师1600人。方平笑容满面：那时候我还不是高品，如今名震天下的长生剑客位列八品最后一位，全球宗师2300多人。有人觉得很多很多，宗师数以千计，可今日还有人觉得很多吗？地窟外域一域九品超过20位，八品数十，七品上百，十域之力堪比地球总和。而这只是外域，我人类居然只有外域十域之力。而今一年多罢了，却是天翻地覆。方平大声道：这一年多来我们斩杀的九品都超过了1200位，斩杀的七八品数以千计，我们以微薄的实力却是打出了无比辉煌的战绩。今日我向世界武道协会咨询，我人类这一年来参战不断，陨落强者众多，还有多少高品武者在？方平轻笑道：我原以为杀了这么多地窟武者，我们的强者必然损失惨重，可我发现我错了。今日世界武道协会告诉我，如今全球登记在册的九品325位，八品987位，七品2650位。方平大喝道：短短一年人类越战越强，非但没有衰落，反而越战越勇，强者越战越多。华国先后有南云岳部长、张卫宇镇守、吴川镇守、吴奎山部长、赵新武盟主、陈耀祖部长、孔令元宗师，再加上方平我，足足七人晋级绝巅境。方平大笑道：这就是我人类的胜利，武者敢战必战，为生存而战，为守护而战，于是有了今日的人类大反攻。同胞们，战争还没结束，还只是开始，我们的未来还有很长，我们的未来还很艰难，可不管如何我们努力了，奋斗了，哪怕真的有一天人类失败了，起码我们不会后悔。方平说到最后大声道：今日起全球征兵，如今全球登记在册武者1200万，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当年我们缺乏资源，缺乏导师，缺乏一切，可今日什么都不缺。我们要让一域坐镇武者军团达到20万，107域计划武者2000万，所以今日全球征兵800万。都说我方平穷兵黩武，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不穷。覆灭三大界域之地，缴获无数，覆灭数处外域，我们也是缴获无数，我们有资格扩兵。我希望不久后的一天，全球能诞生万位高品，不会太遥远。今日全球高品已经接近4000人，在上一年如此艰难的环境中，我们新进的高品居然超过了1600位，我想未来会更美好。
方平大声鼓舞着民众，再次引起了无数人欢呼。万位高品，这是方平的新计划，也是一个很大的目标。可众人此刻都是信心十足，可以，人类创造了太多的奇迹，这一刻全人类自信心都瞬间爆棚起来。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一年前谁也不曾想过人类会有这一天。这一日，凡是看到直播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激动不已。阳城、魔都这些和方平有关的区域更是沸反盈天。又一次大胜，今年开年以来大胜不断，接二连三的大胜让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不再忐忑，不再担忧，战就是了，未来就是战出来的。武道必争，心武必争，人类必争，这已经成为了如今新武人的最大信念。与此同时，当方平发表完胜利感言，甲天坟中一处密地，张涛身体微微一震，喃喃道：“又干嘛？这小子在干嘛呢？最近不，早上他还觉得自己伤势快恢复了，融合大道需要一点时间。可现在伤势彻底恢复了不说，六条大道，他居然轻易融合了一道，很快，一天都不到。他的大道中，此刻两侧的身影忽然多了许多，也活跃了许多。关键的关键，张涛摸着下巴，看着自己的大道中好像多了一道熟悉的人影，有些无语。我去，你小子要篡位了。这小子怎么跑他大道来了？这就算了，人家站在两侧欢迎，你跑我大道正中央是什么意思？张涛意识体进入本源大道，一拳打的大道中有些像方平的虚影颤动，一巴掌拍的方平缩进了地面，没好气道：“你小子在外面夺权就算了，我的大道你也要来夺位，过分了吧？本源大道我做主的，这小子居然跑路中央了，啥意思吗？”张涛暴揍了方平一顿，呢喃道：“这小子好像做得很不错呀，一个月不到，我感觉人类实力更强了，别等我出去，他把人类外患给平定了吧。”张涛哭笑不得，真要这样，那就好了，自己出去干脆养老算了。不过也就想想罢了，方平突破再快，地级、圣人、天王，一个个关卡他都未必能跨过，还得看自己呀。哎，指望你小子是没用了，你也就能打打弱者，关键还得看老子的。张涛感慨万千，也不错，躺着提升实力感觉很爽，人类越强他越强，如果没方平这小子在本源道中夺位，他会更高兴。得有点压力了，这小子很早之前就准备找我麻烦，这哪天出去了不是他对手，那岂不是丢人现眼了？张涛退出了本源世界，睁眼看向外围的战王，笑道：“蒋老头，该干点大事了。”“什么？找死啊？”战王懵了：“找死啊？躲着提升实力那可不行，太慢了，邪教三大护法就不错，都是圣人级，走，找他们去，干他们。”张涛不再萎靡，瞬间站起，拖着战王就要去找三大圣人战斗。战王脸都紫了：“我这堪堪达到地级，你要带我去找三大圣人战斗，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吧？”张涛这小子哪根筋搭错了，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还是膨胀了？灵皇的洗脚水功效这么好的吗？老头子，我也藏了点，要不也喝点？张涛哪管他怎么想，有点着急了。虽然现在也有圣人级实力了，他走的时候方平堪堪达到了半步绝巅的地步，可鬼知道这小子最近干嘛了，人类实力增长得这么快，这小子搞不好去打劫了地窟，他自己实力恐怕也提升了不少。再这么下去，他老张岂不是要看这小子脸色了，反了天了都。出去之前我得具备天王级战力，让战王地级稳固，李振突破地级，
其他人最好也出几位地级来。那小子在外面小打小闹的，老子在这儿才是干大事。一群小年轻还能真的超过我们这些老家伙？张涛心中嘀咕着，嘴上也不停歇，迅速道，蒋老鬼，别摸鱼了，快点提升实力。方平那小子突破到绝巅了，现在外界还多了七八位绝巅境，你再不努力就要被甩下了，你家孙子的孙子都快超过你了。战王无语，唬我呢？我们进来不到一个月，哪来的七八位绝巅？扯淡也不是这么扯的。尽管不信，可战王多少有了点压力，没那么玄乎吧？方平那小子突破到绝巅了，这也太快了吧。魔都，方平还不知道自己的身影跑去老张的大道中抢地盘了。老张揍他的虚影他也没感觉，不过他也没少干这事儿。现实打不过老张，他在本源世界中也没少折腾老张，苦活累活都是老张干，干得不好方平也会揍他。到现在本源大道中老张的虚影还是浮肿的。此刻的方平演讲结束，开始清点这一次的收获，收获巨大无比。虚灵洞天这边他没太多时间去打劫，稍微抢了点东西，他自己炸了虚灵洞天。不过霍同山那边方平还是收获了不少。霍同山不如罗浮山，在罗浮山方平收获是真的多，接近800亿点的财富值。当然方平消耗的也多，之前只剩下了270亿财富不到。等在霍同山收获完，加上虚灵洞天收获了一部分，方平的财富值再次达到了800亿点。两处他收获了530亿点财富值，这一次他收获的财富值超过1300亿点，外加价值高达1300万亿的资源，简直难以想象。这也是方平这次为何信心满满要扩兵的原因。这些资源全部甩掉，人类实力会上升一大截。方平不在乎消耗，现在不用，难道等日后覆灭了被人抢走了用？三大界域之地就是明证，存了这么多年的存货这次被方平一网打尽。当然三大界域之地人手其实也不是不用，而是用不上了。不过有些东西他们可以用上，却是被强者霸占了罢了。比如不灭壶，其实可以给那些中高品武者淬体用，可界域之地一般都是绝巅境在用，差点的宝物用不上，好点的宝物没得用，这也造成了界域之地这边做不到物尽其用。天不岛屿上，方平将大量的宝物拿了出来，堆积如山，四面八方武者们早就看得眼花缭乱，口水都开始下滴。方平几乎没保留什么，很快说道，都给各部门分发下去，不用想着存着，不用，我们人类不存这些东西，都给用了，提升实力才是关键。至于日后，那是日后的事，哪天没资源了，那就不练武了，世界太平，好得很。所以有钱要当场就花，诸位也要努力修炼，最近频频大战，大家也到了极限，先消化一段时间，我们再谈别的。这一个月来接连两次超级大战，大家也都真的疲了累了，这时候继续战斗下去意义不大，还不如消化一切提升实力。而且一个月后搞不好还有大战，得让大家休养一段时间，将东西分发下去。方平看了一眼自己的新数据，也是心满意足，自己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沉淀了。当然他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，别人可以休息一段时日，他这些天还得忙活才行。财富800亿点，气血513200卡，上限513200卡，精神10900赫，上限10900赫，可切割。本源纵向525米，增幅 52.5%， 横向3100米，增幅 31%。 战法斩神刀法加 7%， 破空剑诀加 3%， 暴血狂刀加 1%。
极限爆发78万2100卡，理论极限爆发97万7700卡。800亿点的财富值也让方平起了点心思，也许自己该在天部建设一个不灭物质湖和本源气湖了。本源气湖，方平忽然咧嘴，这传出去了，三界恐怕都得震撼。当然他不会让这件事传出去的，这玩意儿就算要供应，也是供应那些九品境中的强者，助他们一臂之力，迅速踏入绝巅。还得想办法应付邪教和那些对邪教动心的强者。另外方平想起了一件事，天狗的遗骸自己没和苍猫说过，之前倒是和帝会他们讨论了，苍猫知道吗？这家伙自己的老友遗骸在邪教，知道了的话还会有心思睡懒觉吗？对了，脚呢？方平摸着下巴，脚就这么被丢了，真够可怜的。三大界域之力覆灭，五位绝巅被杀，三界没少议论。昔日雄霸一方的天命王庭，这一次不但是打酱油的货色，结果还被杀了无数强者，也让各方唏嘘不已。这一战结束之前，有些乱糟糟的三界反而沉寂了下来，暗流涌动，绝巅们忽然都消失了，邪教、人类、天外天、海外仙道，这一刻都沉寂了下来。